上路有个亚索，咱们去抓一下亚索，来。OK OK。打他！这我在打，我看到了。来来来，我给他个减速。好，兄弟。再把他吹起来。再给你个护盾，你不要怕，我保护你。我拿了，我这个让你拿到了。我拿了，我拿了。好强，好强，好强！我操，暴击一下800多滴血，这么厉害。你个刺客，人头拿不过一滴血的吗？就是啊，就是啊，你个刺客怎么拿掏出的绝活还打不过 ADC？ 姐，你在指挥我玩游戏同时，我也在听你指挥。我并没有说是不听你指挥。来来，我们一起回家。我也在听你的。啊、刷个野怪。现在看一下装，看他看我。姐跟着我。我还以为你不想跟我一起回家呢。我们之间是有装备差距的，并不是说我不想让你，不想帮你去追。姐，你跟着我，跟着我。OK OK， 那肯定啊。你看不上我离你超过。十米，我们就算异地恋，好吧？你看，紧紧贴身保护你。别人又杀你在干嘛呢？杀了。姐，我是不是刚刚回家？我在往出走啊，姐。我会飞，但是我这个大招飞的也是有距离的呀。你怎么还是跟上榜一样啊？这么喜欢说乱说说，找一堆借口啊？来来，姐，我没有找借口啊。你前期看到我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野区发育啊？你没有让我去发育啊？人头局我承认是人头局啊，这个得出。真的。出！不是，这个什么魔瓶打的不会玩游戏了是吗？我没有说让他不会打的玩游戏，我也有自己的思路啊。我有自己的思路啊，姐。小心，没事，身后的机器人。哎呦，小心，小心！先管机器人吧。我还以为机器人来来来来去收人头了。有头有头。来来来！哎，能不能走啊？别跟他抢了！什么叫抢？哎呦，这都没跟他抢。没事没关系，一个人头而已。哎呀，算了，他都被他老板骂成那样了，让他一个人头。这边还有人。缓解一下他们尴尬的气氛也行的。好。你上把都帮我赢了那么多个人头，我也不是那种一个人头都不能输不起的人，对吧？行。太好了，姐，你真是个好人。行，啊、这个头我必须得拿下。追回来呀、啊！你都帮我拿那么多个人头，我要出收集者了，姐。我要出收集者了。OK， 收集者一出。伤害慢慢，我伤害慢慢是够了的，相信我。还想抢啊？不要他拿。这一波他抢不到了。我来了。是的，是的。姐，你跟不上我是吧？对，我刚去做了一下眼，因为我不是担心你等下被对面突嘛，因为毕竟你这里，你能不能杀快一点啊？别还领先你十个人头呢！姐，我再杀这一波团战，我是不是拿了三个人头？我一直在杀人，姐。我一会儿我是可以飞，我是可以去跟你，能不能帮我就出点帮我提攻速的呢？或者说你能帮我贴提移速的呢？我也想走得快一点。现在他去哪你去哪，去抢他的人头。收集者2600，要不要出？他去哪我去哪，我是不是看到哪有人头我往哪去呢？他去哪啊、我去哪你去，来来我打河蟹，我打河蟹，来来来。嗯，不是要跟着我吗？感谢金克斯的火箭，表妹，那我跟你商量个事呗。谢谢。干嘛？你说呗。哇，你看他又直接对你，这个 ，nice。这局人头不算了，行不？那啊，为什么不算、啊哎？这个得出了，收集者，我操，抢不过他。怎么就不算啊？这头都让你的陪玩选出了他的绝活。怎么就不算了？不可以不算，不算了呗？为啥不算？对啊，为啥不算？我们那么努，我们家那个夜魔那么努力帮我拿了那么多个人头，你怎么能说不算就不算？我把你当好姐妹，你和我不算一局，我给你介绍一点 VIC 的朋友怎么样？哇，这人头让他拿到了。
我帮我拿那么多人头，那岂不是白拿了？不行不行不行。你自己考虑呗，反正路都是你自己要走的。那肯定不同意啊，你没看到那个夜魔他那么努力的玩 ADC 帮我拿了那么多个人头吗？哇你看啊，这个遗书，哇塞，三十二，没想到你 ADC 的这么厉害，太让我惊喜了。夜魔哇，这个距离够不到，四杀了耶。嗯，差点蓝，没带七灵神钱，太缺蓝了。嗯，你游戏理解也这么棒。想把这个狂妄卖了，不太想要了。是吗？嗯，出个这个吧。对，看到这个亚索了吗？我看亚索，如果他要出塔的，我想不是无心，你现在被超十五个人头，能不能？你能不能拿点实力出来啊？卖了，卖个火炮。姐，我知道他超、我知道他超我十五个。我这个聚会我到后期稍微发点力，我可以拿五杀，我可以把这些人都全部追回来。你这会儿这会儿的话跟着我，稍微让我慢慢发育。这边有人，不能抢飞。表妹要不这把不算吧？怎么能不算呢？那不是一开始是你先玩吗？我知道这边有。喂！你在玩什么东西啊 ？Nice， 四杀。这真的是你的绝活吗？四杀。这是的确是我的绝活，我刚刚还飙了一下墙，我说墙边这边有个打野，他要跳，我想往后拉，然后你扔技能的意思是让我跟，金克斯很容易拿我，我什么时候说要跟啊？牛逼！你这样吧，你让我按照我自己节奏打可以吗？怎么？你让我按照我自己的节奏去打一会儿行吗？按你的节奏慢慢来，舒适吗？我没有想让你去输。牛逼！我想着说按照我自己的节奏去打一会儿，我能把这些人头打回来，去追回来。这个时候超的不多，我还能追得回来，姐。不多。你是没长眼睛吗？闭！啊！闭！二十个叫不多是吗？你看我们这样像不像夫妻双双把家还，一起闭回家了？姐，别占我便宜啊！哎呀，怎么了？主要是你玩的太好了。姐，不要占我便宜。想把怎么能这样说我呢？还要卖了试一下。你这人你也杀不掉吗？姐，你看看等级差距可以吗？你再看看对面亚索什么装备。那为什么你不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等级差距啊？哎，这没死。姐，我一个打野，你让我吃过野区资源吗？来来来，nice， 又拿一个双杀。攻速好慢。那为什么你没有野区资源吃呢？好慢呢。你让我一直在去线上杀人，我就没有去打过野区任何的资源呀。不是我被他挡住了。不是我不杀呀，姐。我看你拿把人头都费劲啊，真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得出海妖。是吗？不能不算是吧，表妹啊？那肯定不能不算。你没看到那个夜魔都帮我拿了这么多个人头吗？他这么辛苦帮我拿人头，我不算，那岂不是让他白白辛苦这样打？姐，必须得算的，这是我的劳动成果。肯定得算啊，是吧 ？Legendary， 你总是慢人一步是吧？啊，开通道什么意思啊？开通大，我没有开通大。OK， 姐看一下我的攻速啊，绝对让你。我给得起，我就在旁边。Legendary， 哎，姐给我出个那个干锅呗。好，等一下回家马上出。哎，对面人都不见了，对面都看不到人呢，不算就不算呗，反正我给得起。都看不到人，哎，这里出个干锅呗。我到现在为止，我想走的。来，这里。除了收集者就没必要出狂妄了，感觉。嗯。
梦魇那个机器人想勾吴昕，我这个梦魇都已经给你放了呀。来来来，哎呦，哇，其实前面的人都让他拿到了，没事，我拿到一个，我去下路烧亚索吧。没有红，红没有。你看看你差别人多少个人头了，你有长眼睛吗？啊，等一波，你有没有长眼睛啊？等个团战，姐，我长眼睛了，姐，我也是，我是不是我也在努力去拿每一个人头。姐，刚刚那个人头我是不是也抢到了，姐姐？这个老鼠怎么样？要不要我上去减速给他？不用不用，我等对面打团。OK OK， 目前不需要狂妄的，狂妄卖了，别拦你，不打这个亚索能杀他。别让他，哎，能不能走啊？哎，能不能滚啊？不是来干嘛来了？哎呀，人头会你嘴里你都吃不到是吗？梦魇不是你的绝活吗？对啊，梦魇不是你绝活吗？都给你放了。看到这个老鼠了没有啊？姐，我看到了。哦呦，哦呦，啊，让他死啊！护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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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吹吹！哇 ，nice， 双杀！而且老鼠是傻逼吗？又让他拿到一个人头，得来个清雨。我觉得你才是那个傻逼吧。拿个人头这么费劲吗？啊！我没有，姐，我没有说我费劲，姐，我真的没有说是费劲。你看一下装备，他现在是六神装，收集者换装备差距跟他还，我只看到你落后别几个人头。好好好，我回去。等一下，你刚才说让我出干锅对吧？我出个干锅。直接出干锅还是慢慢的呢？直接不要收集者。嗯，哎，这个光辉你在干嘛？你能不能走啊？真的？怎么撸着你都骂一下？这我技能交了，他用大招抢的呀。怎么撸着你都要骂一下？你为什么抢不过别人？你没有反思一下？这是你所谓的绝活吗？他气急败坏了呗，连路人都骂，哇！哎呦，还好。还好前面给他选择权的时候他没选择我，不然今天晚上被气死的就是我了。 Triple Q， 别人又四杀了，你在干嘛？夜魔也太厉害了吧，天哪，姐，你挂在我身上，你看到了我刚回了一波家，就在这么远的距离我跟不过去啊，姐。所以刚刚那个人头为什么会被抢的呢？攻速怎么这么慢，啊，为什么别人会领先你三十个人头呢？啊，人家辅助有用，你意思我没用呗？结果没那么说。哎，不是五杀吗？操，这不是五杀吗？你又有什么用啊？啊，他可能有一个他隔太久了，前面死的那隔太久。姐，要不这样，不过没关系，你单走已经很棒了，夜魔。按照我的节奏打一下行吗？啊，哇，你能不能滚大招抢人头是吗？哇塞，减速，啊，你能不能走啊？我真的是服了呀，这就是你的绝活啊。三杀他一个头没拿到，不是大招抢人头吗？啊，牛逼牛逼牛逼，服了呀。反正搭理你，哦，真麻了，大招能把人头给我抢了。来来来，继续继续，我这里减速一个，我先帮你干了另外一个 legendary， 推开，好吹，哎，呀，不是不是，我的理解思路是，我觉得你得回一下那个血，我就想先回一下血。姐，这样，啊，你这把他，我给他杀了，你先别跟我，你让我自己去各种飞，行 ，nice， 行，就是你让我各种飞会儿，我想办法尽量去一会儿。后期的我看他们多拿两个五杀，这会儿游戏行，一会儿游戏刚开始，我也慢慢发育起来了，好吗？我看看你一个人能整出什么幺蛾子，好吧？老鼠来了！啊，你秀！哎呦操！你能不能杀快一点啊 ？Nice，
可以姐，又拿一个人头，你让我自己单独去飞一会儿，你放心，我肯定把这个人头我抢过去。我终于活了，马上到你身边。我尝试多去给你拿几个五杀，我多杀点人好吗？好，我也很着急。老鼠在偷塔，我来了。老鼠在偷塔。我们去赶紧把它干掉。压死我，看一下。没死。Nice， 轻轻松松收下老鼠的人头。哇，我说让你开始跟我走呢，你不走，留在这里呢，你也不反抗，你明明打不过，你是不是跟他们说好的？我没有说打不过姐，我。这边啥呀？哎，你能不能走？完了。Nice。我越来越感觉我像一条大鱼被你们钓了。啊，前面不是你要出来带走他去处理事情的吗？你在说什么呢？我本来那我让你跟我姐妹道歉，你为啥不走呢？谁啊？我没有说不走，当时那个时候我姐我是在接单真的。对啊，我们得走吗？真的，我发誓，姐，我们不原来就在这边吗？为什么我们得走？我真的，我发誓，你是故意的啊！我们走不了一点。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一上来就一开始就说谁叫吴昕要把人带走？那吴昕不是前面在跟我们玩那个人头局吗？还是那个性子点的呢？姐，我发誓，我真的没有就是故意的去帮你，去想着说是要把你当大优势去说。你作为一个 VAC 老板，就作为我第一个 VAC 老板，说实话，我真的很想把你把握住。同时呢，我也想去跟你姐妹说是，是因为昨天打的的确也很嚣张，我想去跟你姐妹道个歉。我也很诚挚想着说是啊，跟你陪你打完之后陪你姐妹道个歉。然后当时呢，你跟这个男朋友姐姐就是你当时那个，我就无语。奈斯，我也在。那你打不过，非要拦着我在这里给你垫背，你是怎么想的？就我没有说这都没有打过了。在你来之前，我所有的操作包括所有东西，我都一直在打。感觉我都有预感，这五个位置你都没有什么短板的位置，都是很 C 的。你也知道我是 VIC 啊？暂时不考虑打职业。我知道你是 VIC 啊，姐。哎呀，太强了，太强了。啊，毙了。那你在玩什么东西啊？啊？我没有说是我在玩什么东西，我在努力的去打人头啊。哦哟，有收集者不让你拿吗？有收集的，有收集者都抢不过吗？我都没出收集者呀，这一把，你还让我怎么办？你说说看。真服了。你让我一次次让对面羞辱是什么意思啊？就我没有说是让你一次次被对面羞辱啊。我前期我的所有节奏被你控制着。然后我这个被我控制了，那我没跟你的时候，你不是说你可以杀起来吗？回家。我刚刚是不是我自己去，我自己走各种人，我都可以单杀呢？攻击力有点低了。我这二级前期到后面之后，我经济没有发育起来，人家跟着我直接就伤害比我高。他六神装的时候，我才三件装备鞋。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不让我在野区发育，不让我在野区去抓人的时候，我根本发育不起来呢？你光想着让我去杀我，所以你在怪我是吗？啊！绿茶，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没有想着说是就是怪姐有任何怪姐的意思。你就是怪他呀，我都听出来了。你这么说不就是说我让没让你起来是吗？我都听出来了，你在怪他。而且这我帮你帮出了什么东西啊？这一啊，你还在怪我？这一把你家猫都抢我好几个头了，忘了。对呀，啊，他在下路，哇，都臭不要脸的抢了头，而且还抢经验，前面我们都起不来。是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别人怪个猫可以乱杀你呢？姐，如果你非要这么，姐你非要这么说的话，你可以。哎呦，伤害太高了！你看一下双方辅助的装备。Pentakill， 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别人挂个毛这么厉害你呢？我，姐，你可以看一下相互的辅助装备好吗？还有我刚刚上的时候，你可以帮我，我让你单走，并不是说你看到的是不帮我。我这一波被五个人击后，我也没办法呀，我也着急啊，我把技能吃完，他过来把人都抢了呀。我不急吗？那个叫做七什么玩意儿的，我跟你说一下，我
告诉你个秘密。什么秘密啊？啊？我实际告诉我什么？我实际上是咱们俱乐部的上个赛季的冠军。哦，又冠军了，又给你装上了。哇，你踢到钢板了，冠军假冠军啊，你踢到钢板了。不是，我的天哪，你居然是冠军耶。不是，你是上个，你是上个认真的吗？啊，可是上次我问客服的时候，我问过他，他说那个冠军基本上没时间，都是被老板包月的。那你今天怎么会出现在我们那个表演局里面？啊，没有啊，还来试音。我试音，你还来试音？我偶尔会试音。对啊，我上次问过客服，他说哦，那冠军都是基本上是被大老板包月的，然后他们还说我黑钻不够实力。哇，好险！不是这个表妹，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了 啊？你装什么装？我真不知道，我但凡知道，我会那么惊讶吗？我真不知道，他就是出现在我们表演局里面还试音，而且试音的时候，当时。说句老实话，三个男陪里面他声音是最没有什么特色的。啊，不杀人了。现在开始不杀了。哎呀，没有，我意思是说那两个都是夹子，你是说话是比较正常的，我是这个意思。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你这个说真话的话我很难受，真的。不是的，那你看现在他不夹了，我都不觉得他声音好听了，真的。真的。我看你是从一开始就知道吧。我要开个变声器了。我操！又他妈空大！两个五杀了，我只要轻轻一查，我就知道冠军是谁的男陪。你也别嘚瑟，吓唬我！错付了，错付了！我声音还不好听啊？有老板说 我声音很好听，你为什么说我声音不好听呢？主要是前面你那时候的那个表演局你不也知道吗？那个这个吴星海那个十一他们两个不是都那里都是稍微夹那么一下对吧？嗯，不杀人了。你又开始舔了。我是说你是正常的声音，好听好听，怎么会不好听呢？我也拿头了。哎呀，服了，今天我能踢到冠军跟你的实力吗？有差距吗？啊，吴昕，人家是冠军啊，姐。差距这么大吗？啊？你不能说差距大吧？冠军的还不大呀？这也太惊喜了吧！你睁大你的眼睛看一下，差几个人头好吗？还不大吗？还不够大吗？姐一开始要差多少个才够大呀？就我一开始我是不是我也在很努力的去杀人啊？疾走一开我来了。哎呦，你等你先死我再上。不是不是不是啊，我怎么能滚呢？你叫什么要等我死？不是姐，我被死，我直接被控麻了呀。我给助理问过了，操，上个赛季冠军不叫夜魔。三个五杀 nice, 三个五杀，三个五杀。你说啥？我说我给助理问过了，上个赛季冠军不叫夜魔，叫虚杯啊。他都不怎么接单的，你这种招数也只能配骗这种表妹这种黑钻老板了。哦，那你去问一问、啊、那你去问一问在上上个赛季的呢，你问一下呗。嗯，可是反正我问过了，啊、不叫夜魔，叫虚杯。那为什么一开始我上一把？撒谎呢？那为什么一开始我说让这个哥们喊我杯哥呢？万一虚杯也是我呢？会不会有这个可能呢？嗯，你说啥就是啥是吧？啊，对吧？嗯，你想一下是不是？那我为什么？那表妹，你没发现你被骗了吗？表妹啊，可是他真的帮我拿了很多个人头啊。我才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冠军假的冠军，他真的拿了很多，你看这一把又是75个人头，还有三个三杀呢。那怎么了？又上三个赛季了，虚杯也是你了。嗯，我们都被猴耍了是吧？那你问问呗。诶，三炮 legendary。 哇，四炮，
哇，不是，这人突然跑，开了吧？干！啊，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火箭炮。这就是你说的后期发力吗？啊？火箭炮，不好意思啊。你 ADC 玩的也这么棒。哎呀，姐，主要是你辅助的好，多的不说了。是吗？是吗？好好。嗯，真的无心，我服了你了，真的。他不是冠军，你也别给我找借口了。你就是故意输的，你就菜逼，你知道吗？姐，不是，我真的不是菜逼。如果说我要是菜逼，你昨天你姐妹是怎么输的呢？我也想知道，你姐妹怎么会输给你这种菜逼啊？我，姐有没有想过，我拿你姐妹是靠自己的实力去打的呢？什么实力啊？45分钟，落后几十个人头的实力吗 ？Nice。我没有说是落后几十个人头，从一开始你并不说是你想就你因为着急不让我按照我自己的节奏去打，我完全节奏现在是乱的。然后我到现在为止，我刚把所有的装备做齐，对吧？对面现在很多人也都起来了，我也很着急，我也很想杀。哎呀，但他现在所有的攻速全部都没有，我不急吗？我也急啊。我也很想杀人啊，我吸血阴血剑啊，打不，你看我这伤害 Legendary， 你看我这伤害，我阴血剑，这人怎么又让你抢到了呀？我这伤害好高，又是别人的头。什么叫抢？这明明是本还我们还让你抢了一个人头，你这是他妈故意输的。感谢金克斯的火箭，没有故意输。哇，感谢，你不是故意输吗？你拿大招拿人头吗？哇，这个人头82个了。你管我拿什么人头呀？你管我用什么拿人头啊？啊！哦，真服了。关你什么事？啊！关你什么事？住！我管他们说什么冠不冠军的，你这个实力，就算你不是真的冠军，我觉得你也比那冠军牛逼，真的，82个人头，天哪！真服啊，这波操作！伤害有点高了啊！是啊，是啊。不过也是，我是不是冠军呢？其实我就一直说你们爱信不信。但是呢，这今天呢，你家陪玩确实没打过，对吧？你看打我都不掉血，我饮血剑看到没有？饮血剑，吸，牛逼牛逼！来来来，我给他吸热，闪现！哎呦，真的是现在是、哎、伤害啊！有金身 ，nice， 双杀！真是个菜逼啊！我真的不知道我闺蜜点了哪个菜逼男可以输给你呀、啊！哎，姐，就算我是个菜逼，我也把你闺蜜赢。哦、你好本事啊，把我闺蜜赢了，你好本事啊。那你闺蜜又输了多少个人头了啊？你好本事啊，闺蜜八蜜的。姐，不是，我承认我今天的确我曾经一直按照你的节奏，然后让我兄弟们抱歉，口活不太好，大家理解一下。我也在很努力的去帮你杀每一个人，你就是你要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按照你的要求全部去做，我的节奏全是乱的、哎、而且你没发现就是对面的这个辅助小姐姐，她完全性，你看她的所有的辅助装备，完全性所有的技能都是给的很清楚。别人夜魔就是有实力，不像你。哦、哥们，你的意思怪主要是怪老板呗，跟自己没关系。不怪老板，是我自己的问题、哦，也是我自己的问题，没有去拿自己的节奏去打，怎么敢怪老板呢？我的问题，我听出来了。夜魔，我听出来你确实是有实力，你确实有实力，我承认。我本来就有实力啊，你不用承认的。对呀、啊，85个人头了。对了，这两局发言那么多，这么你领先这么多个人头，我看出来你的实力了。哦，还行吧，有手就行。装备太好。实力的男陪老板应该是我这种。啊，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你？啥意思、啊？你咋了？感谢金克斯的火箭。我觉得他应该拥有更好的老板啊！我操，差一点。夜魔有实力，不应该拥有我们这种 VIC 老板吗？难道是你这种黑钻吗？我黑钻怎么了？我也消费得起啊！那他现在不是我点的吗？你看，救了你一命，看到没有？哎，你还要抢人头，梦魇！操！
过分了、啊。用双杀，我什么叫抢？跟我拿，我开大拿人头没什么问题吧？怎么叫抢人头了？那能不能把你的话同样送给你呢？我拿头的时候能不能对自己说呢？嗯，是不是？我觉得你拿人头没问题，能不能把这个话同样送给你啊？我说实话，夜魔，真的，要不你跟我吧，你做我的顾陪吧。做你顾陪啊，七姐，不是，我不敢。只是因为只是因为这两把失误了两把，你就要哦，你失误了这两把，你让我输了多少个人头？你有数吗？啊，你有数过吗？啊，我 VIC 第一次输给黑钻就是因为你。VIC 姐不是，我也没有说是就是故意说是想让你去输，但今天说实话真的是。这两波操作自己是没有想到的，而且这一波操作的话是的确前期我自己没有掌握好自己的节奏，然后想着说想就是好好打一些，很想赢，所以说就一直在听你的节奏，也被自己打乱了些。我没有怪你的意思，真的。我也没有想到你这么菜啊，真的。姐，我真的不是菜，姐。你这样我真不菜吗？你啊，你没有镜子照一下自己吗？啊，真不菜吗？对，我真的不是菜啊！第一把你说你失误就算了，那第二把呢？你拿绝活的还是这个样子啊？你不是菜什么啊？你被耍了！姐，我真的不是菜，我这把是前期节奏已经被打乱了，然后他加我好友干嘛呀？嗯？谁加你好友？我说实话，这个夜魔七什么的，干啥？我说实话，夜魔，你这种冠军如若街头真的太浪费了，你应该把自己的价值最大程度发挥利用，知道吗？什么叫流浪街头？不好意思，不是我点的吗？我有很多 VIC 老板，不差你一个。夜魔，跟对人很重要，我可是 VIC 啊！虽然今天说了很多，但是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啊，最起码我们是认识的，不是吗？哎，你没听懂我说话吗？我有很多 VIC 老板，不差你一个，好吗？你看，他说他不差你一个。我认识很多 VIC 老板。那你老板是谁啊？是谁就没必要跟你说了，我也不想给老板增加麻烦。万一我认识呢？你认识，你应该认识吧，但没必要说。不是七姐，真的说没必要。不就是 VIC 吗？改名，我去问一下客服怎么达到 VIC 的标准。以后我点你好吧？你别想了，你达不到、嗯、哎呀，可能以前是达不到，但今天赢这么多个人头，我觉得应该也差不了多远了吧，你说是吧，夜魔姐？这个 VIC 的话就是看你那个俱乐部的后台的贡献值，你去看看别人冠军的实力啊，好吗、啊、行是吗？对，就后台的，我知道是贡献值啊，那我不是只是目前是那个黑钻吗？哦，操，你看看别人冠军的实力，再看看你自己可以吗？啊！哎呦，我现在又开始承认他是冠军了。要说没有实力，我这波是不是直接秀掉两个，而且都是残？我这不是技能没有，已经没有技能 CD， 我血量根本不满。对对对，你杀两个人可以吹一年了。就我没有说吹一年的意思，我身上我被控了，我被机器人控住了。Nice， 一枪又杀人了，我真的没有。而且姐，你也不能说是因为这两把输你就直接说啊，你直接去让痛痛陪玩啊！而且我一会儿还想着说是跟你姐妹道歉呢。道歉。因为昨天实在是对你姐妹不太好说，想说跟你姐妹道歉。你现在不仅要跟我姐妹道歉，要跟我道歉，知道吗？他们都还没复活。好难受，对面。不是，真的是服了。哇，居然还提到了一个冠军。哦，来来来，给你上护盾，超神，哎呀，小兵别推啊，小兵别推。哎呀，交闪了，对面追不上了。哎呀，这个小兵别推，这边你看，这边还有个吸血。哎，我操！哎呀，被推了！哎呀，自动攻击了，这样被推了，可惜，可惜，可惜。